有没有那么想睡啊？我这是老板的锅的两种酱料。我们先点的是这个是鲔鱼蛋饼。蛋没了，也都快变冷蛋了。有同学说你很长得很像卤蛋吗？有同学说你长得很像大肠吗？没有吗？那他们说你长得像什么？帅哥吗？大肠菌啊，不是什么他妈什么什么什么菌系吗？脱敏菌系。来自星星的你。对，动物园，从动物园来的。